最残忍的地图莫过于这张城镇手指。可以双甩吗？甩，好像可以耶，要按慢一点就可以了。凹，借过借过，就凹到队友了。变挡人防了啦！果然手指在哪个时代都一样。等一下又会再来一次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不是比快了，这铁定是比搞的，这铁定是比搞的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哎，啊，这个伤害已经还好了。不是为什么我们队友没人搞？我看能不能往前追一下。需要队友支援啊！他跑太爽了，我感觉我要被搞了。哇！上二楼了，这个很经典。哥，飞机，这个久违的上二楼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二楼的机制还在啊！相信很多人的。以前在玩的时候应该都有上过二楼，直接上二楼。来这么多观众都还有在玩哦，让你们看看以前的玩法，往外飞。上面甩，看看我都还记得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就不行了。哇，我这草原也太多了吧！我感觉我的跑法是不是比……我感觉好像比那个漂移还会跑哎、欸。这边哦，步平桥上面甩，太早甩了。没事，没事。出事系统啊，应该放这里啊，放错位置了。换胎，飞起来！然后这边上面甩，哎呦！我感觉那个弯甩起来好快、啊，超越开起来，鞋带。借过借过，差点飞过，哎呦，完蛋完蛋，氧气有点少，碎啦，夹起来，在一起，搞死他，这样也可以害到人，他直接被我夹死在里面。没有补满，好吸好吸，超吸！等一下，我先让他们跑。
哟，你突然歪了一下。我这里这个内线绝对不能失手。你看那个家伙硬要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弯就是硬要给你死，然后拖超内，所以那时候只要放掉一点速度就可以了。哦，还好还记得怎么甩这个弯。哎呦，等一下，那弯会死。那我跑喽！这弯我是加松甩啊，对对对，想起来。然后这边翻水就可以了。我们来一个全速好不好？嗯，稍微削到一下，但还是可以转过去了。这边甩完加超越好了，哇好快，也来到我们的朔月海滩下去。密宝就是这样，要 U 起来了吗？各位最后一局了，到现在目前呢来讲的话，这张图好像还没有有，还没有出哎、欸。Rush 那边漂移也没出，天哪、啊，这个对抗好像网络好像不太好，一直飘走了吗？那是外挂吗？他怎么在残影啊？这网络不好，男子汉跳了跑才是男子汉。哎呦哎呦，那个缝叫谁的缝啊？我突然忘记了，我记得是不是有一个？有人曾经掉过，然后就被展元跟他们跟那个谁志愿取过，不知道是谁的缝。真的太怀念了，我的天！哦，没满了。最后跳跃，欸、没人打，怪怪的。哎呦，全速跳加超越啊、哦，可以上速一把、啊，最后七叉搞定。好好好，再一把，再一把，最后一把给你们选。太快了，只能这样甩了。我跳，哇，没碰到根。我想下班啦、啊！励志城镇公路，我靠，又是一张漂移图。我、哦、那个大改也太狠了吧！好吸，好吸。
欸，这个城镇公路是变大条啊。我感觉好像比漂移更大条哎，是我错觉吗？可以飞吗？开个超越飞飞看。再喝给我力量！哥，送啦！再喝，送啦！给他死尸呀！再喝。我可以收工了吗？啊！吓死我了！收工。